迷星求问答。我是夏雨。Hello。对呀、啊，吃很多还是不胖 ？Hello。拿了麦克风就是歌手，一直变成你高级的卡拉 OK 场所。也要恭喜 Sandy 第一次尝到冠军的滋味。谢谢。对，爸爸是常态性的在享用冠军的滋味，尝起来会淡了一点点。要永远记得是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妈妈要求很严格，学经履历都要非常的齐备，所以她自己也非常的严谨啊。这个很好笑吗？开始冷冷的，注意到保暖了。有想过要再生小孩？最近好像跟悠悠合体，就是机会比较多。没有哎、欸，有今天晚上不是有，就是今天晚上还是同台下就有点尴尬，不会尴尬啊，没有机会尴尬，那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同台。那过年啊，就是会到他家拜年，嗯，还是或者说就是买个礼品啊，还是要送送长辈、啊？如果有机会，那跟年纪好像也差不多，会不会担心今年差不多。过年怎么下厨？会下厨？我完全不会做菜。如果再复合悠悠，悠悠做给你吃，你很挺他。奇怪，还是把你们介绍认识一下。娱乐动新闻，他被剪成那种，好笑啊！报道。